防弹少年团一日来音乐银行上班啦。虽然因为时间太早，静好像还没有睡饱，但还是不掩帅气啦。而本周来打歌的 idol 们，个个都精神抖擞的打招呼。人也以休闲装扮登场，一大早美丽就上线的天使们让人目不转睛啊。